私隐公署作为执行私隐条例的机构，保障市民的个人资料私隐是我们的责任。私隐条例的修订可以令我们更迅速、更有效地打击非法起底行为。修例在保障私隐和言论自由之间已经取得合理平衡，不会影响市民现时享有的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。